色了，所以就德威在禁区强势挑战，第二下点进，德威打了强势。梦想家的伤害，抓了两分差距。德威无底的跳投得分，不要忘。打底在外围，底线中距的是李德威，台湾魔兽一上来就有灯。嘉瑞的面前啊，德威接球后直接抛投得分。一样上中拿球，德威接球后直接出手，台湾魔兽翻身跳投得分。剩下五秒钟的进攻时间，德威这边要自己打吗？来个单脚的后仰跳投，德威自己。德威面对阿提诺的防守，直接投进两分。德威德威，哇，今天的德威手感相当。钱克尼这边切入，回头找队友德威接球后一样直接出手 back to back 的两分球，他今天好准啊。队友也回来，优势也没了。德威转进来，这个插板吃掉了朱云。过后再回头找卡拉曼，交进去德威，面对顺应的防守，直接翻身跳投，再来两分，得分来到20大关。今天真的就是守。给到德威接球后很有信心，这个出手拉下篮板之后再给到他，又是李德威的得分，接获到卡拉曼的助攻，现在分差是越拉越开，95-87，哇，全队现在梦想家在。